助旅行必看攻略 ，CP 值超高的交通选择。法国的高铁，这个很赞哎！出租借你那个游戏机上层的，它就有一个车厢是透明的吧？有两页。我们欧洲之行，伦敦到巴黎，台币2300，不错不错，来回来回。我们单趟去高雄快1500嘞，所以你要抱怨什么？其实高铁真的是很棒，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